像我们要做的是火山爆发，那也可以象征新年，就是大家财源滚滚喷发出来这样子。闪耀七彩大泡泡，夹杂数颗细小分身，手一戳，泡泡就像放鞭炮，一涌而出，十分梦幻。控制力道，这回气吹短一点，迷你泡泡破门而入，占据整个空间，看起来还真像蜜蜂筑巢。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动态的，晶莹剔透泡泡也要搭风车，空气中旋转跳舞，谁能不为这画面所着迷？那再加一颗球，就变成泡泡滚轮。泡泡在达人手上仿佛有了生命，活灵活现。老板说这玩起来真的不难，既然人都到了，当然要换我小试身手。你能想象吗？现在泡泡就停在我的手上，而且我现在戴上了弹跳手套，就可以让泡泡在我手上弹跳。不仅如此，超强延展性，连我整个人都可以被包进去。看准超级泡泡水的多样玩法，客户遍及五大洲，包含玩具反斗城、太阳马戏团、成品，其中欧美订单加起来超过八成，一年抢下超过$200万订单，相当于6000多万台币。泡泡品质要稳定，客户粘着度才会高。除了配方很重要，原来纯水更关键。如果我们做出来的纯水标准都要在20以内，所以那现在是3。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话，就泡泡它可能颜色就不会那么漂亮，可能持久度就不会这么好。但其实40年的泡泡老厂也是慢慢摸索，走过20个年头才改用纯水制作，订单全盛时期800瓶储存室塞满满。只是前2年碰上疫情，运价飙涨10倍，外国客人下单也变保守。从2年前我们也是开始就是多比较投入比较多的重心在国内这一部分，目前大概减少了30%以上。今年8月以来，国际运价暴跌，好不容易运价稳了，没想到升息接招。业者估计，大约2024年外销订单才会回稳。专攻内需、插旗跨境电商、调整市场布局是业者现阶段的课题。TVBS 新闻，朱光宏、云品杰，新北宜兰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